好了好了，哎，赶紧走赶紧走。旺财，干啥去啊？吓我一跳，我去小卖部。等等我，我也饿了。哎呀，安善，没人呀？那怎么弄啊？咱们回去吧。没事，我带着万能钥匙呢，给他砸开。晚来了怎么办啊？没事没事，咱们快点。你先吃个口水鸡吧，可好吃了。快点旺财，一会儿老板来了。啊，辣辣，我先拿个健体宝，你看你吃啥一起吃。那我再吃包火爆鸡。哎呀，旺财，你慢点喝，你看你都下流了。我还没喝够呢。哎蛋哎蛋，别喝了，赶紧拿点东西走，一会儿老板来了。好了好了，哎呀赶紧走赶紧走。